内容。那老师啊，应该都是老师批的吧？或许没有去注意其他三个地点。这个训文啊，在我们这里的政坛师老师一来就说，由心而发，恻隐邻舍。啊，老师教导我们，大家受这一支点，啊，找回我们的本心呢，从我们这一点本心出发，啊，这个本心就是本来的天心，上帝赋给我们的这点真理，啊，我们的天心由心而发，正如同孟老夫子所说的，每一个人都有触涕恻隐之心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。现在有一个人啊，看见有一个小孩子爬啊爬啊爬啊爬，爬到那个孺井旁边啊，郭建旁边，啪！对对对，不错的耶。啊，那天我注意听啊，啊，每一个人都有触涕恻隐之心，就是啊，如同现在这样子。家就是伊拉跟着有，哎呀，家是家是，不能再关心了。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心啊，从我们就是把这个心呢，啊，保持住啊，是不是由心而发，恻隐邻舍啊？对小孩子快掉到井里面去，只是一点触涕恻隐之心，怜悯这个小孩子无知啊，不知不觉当中啊，如果是掉下去那怎么办？也不是为了什么。这个时候不是为了什么，就是这一点触涕恻隐之心，不是为了有名，也不是为了有利，啊，也不是怕这小孩子惊叫，通通不是，就是这一点触涕恻隐之心，啊，嘞，这是孟子所说的。像这样子的心，你纵使是犯了一禅体，啊，一禅体就是，啊，有五大罪状，这么严重的罪，这一点心，这个佛心。佛性它还是存在的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。我们在度人的时候啊，你不能挑，你不能刻意。我们又没有什么慧眼，也没有什么佛眼，只要是众生都具有这样子的心啊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本具的佛性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心。那么如果能够扩而充之，孟老夫子说能够扩而充之啊，发挥它，把这样子的心把它扩充。把它发挥，好与乐、会乐啊，喜好给人家有恩有惠，给人家喜乐，常保持这样的心。在道场上，我们之所以度人不是上一班啊，老师说，啊，我们不要把众生当成阶梯，当成啊我们。能够有更高的知名度啊，有道名、道利、道权的这种阶梯，啊，度化众生不是为这个，而是存着一颗好慧跟乐，喜欢啊，喜好给人家有啊，就是施惠于人，啊，给人家带来喜乐，是这样子的心，念之在之，通通都是这样子的心，从开始度化众生一直到归天为止，乃至于。啊，如同白水圣地一样，无始无终，通通秉着这样子的心，念之在之，致力于利益众生之事业，把我们这样子的心，啊，致力于利益众生的事业上面，我们这个帮忙道场，帮忙老师，其实也就是自己，我们就是啊，创造三多，啊，就是积极的创造。那这个不是在算道路成绩，不是在算数字。到办久了以后啊，中医之班的会议就会听到召集消除点团师，本期的点团师一直在催，求道人数要有多少，法会人数要有多少，进修班人数有多少。听久了以后就疲乏了，听到没？听说那些要求说数字在不够，其实不是数字。我们三多那个不是数字，多一个啊，两百人，201个人，201啊，200报出来多少？200啊，错了，应该是201，还一有什么关系？
那一啊，那就是个数字，那无啥要紧。一就是一个人，你想想，加多这个人，更不是低嘛，不是高呢。我们现在没有普渡六道，我们普渡三朝，通通都是具有佛性，每一个人自己那一点性命，同时呢又关系着他的九泉七祖，所以我们致力于这一件事情，啊，不是为着数字上的问题，而是要再看我们度了多少人，所以多一个人是很重要的，不要把它看成数字啊，不要看这些数字。特别去开会，嘛在咧讲遐，啊，即摆咧迄个法会要偌济人，啊，即、這个求道人数是偌济，啊，这个月拢总算算的是偌济，那是咧算银角啊，对不对？不要把人当成零钱啊，是每一个数字增加一个数字，就是一条线链，甚至于他将来都会有可能成了仙啊，成大仙，超拔九泉七祖，甚至于他还可以成为大菩萨。所以是这样子的，那致力于利益众生的志业，千人落落，我独恶不，在这个红尘世上，啊，一般人都是，这个，都服从于世俗，啊，一般人都服从于这个随波逐流，服从于世俗，但是我们在红尘世上，我们是一个修道人，我独恶恶，啊，我还是直言无讳。直言无讳，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啊，流于红尘当中啊，去追求酒色财气、贪嗔痴爱啊等等啊。我们这些修道人呢，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啊，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，我们讲的是我们要有道有德，讲道德说仁义，所以我独恶恶。人底下咧讲，要来去食鸡腿，赞赞赞！你讲未使食，你实在真麻烦。规团咧，大家咧欢喜要食鸡腿，结果你讲未使食，你这个人嘛是真搞怪、哦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独乐啊，就是直言无讳，未使安尼啦。迄人个脚呢，你个脚腿敢袂好食？啊，边啊，哎呀，拄着你这个食菜啊，实在是真不好。咱若咧地动的时候，哇、哦，一群人拢走来你的身躯边，啊，你不是讲我无好，啊，食菜较安全啦、啊。所以我们彭老师就是讲，他在公司里面啊，大家都瞧不起他，食菜啊，啊，有一日地动、地震的时候，大家都跑到他身边把他抱着，你在抱我干什么？听讲食菜较安全，啊，所以这样子，平常呢，我独恶。总讲那些道德的仁义的话，啊，大家听起来都是，不太能接受，所以我们还是取正道而行，啊，我们为着，这个天下的众生，应该要走在正道上，依真理实修，依照真理来，好好的来修啊，来修道。现在啊，我们不是道场里面谁锻炼谁，那个时候我们老师。锻炼人才啊，例如例会啊，这个锻炼人才，老师后来呢啊不敢当，求他们慈悲啊，啊真的是锻炼人才啊，那很那个忏悔班啊，里面非常的啊很快速的成全，快速的成全的，那老师不敢当，后来老母就说好了，天顶地乳啊，以天为顶，以地为乳。所以从今以后，我们所有的这些白羊弟子，你在修炼的过程当中，并不是在道场，而是在你的生活日常当中，在我们生活日常当中来炼火候。今天我们还能够回到崇德大楼，就是参加坛主班，这也不简单。相信我们，自从立了坛主院，回到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了、啊，一直到今天又能够回来。这个当中，我们曾经受过很多，让你心中感到非常不如意的事情，你才有啊，无吧？有。那在那个环境当中，是可有真注意无？是不是发惊就惊？敢有遐简单？发食菜就食菜，安尼你的根基是真好。我想得到，想得到；发烦得到，烦得到。
有这么的如意吗？有啊，很不简单啊，能够啊，如果是十年的功夫，这十年当中真的是沉淀火候；如果是二十年的功夫，也有二十年的火候，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受到整个大环境的那种锻炼，练火候，受的考磨，别涵养，胸怀宽阔，在环境当中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世俗比我们的道场还是大太多了啊，在不了解之前呢，我们绝对不是那么的如意啊。想起后学，学道、修道、办道，学吃素，一个大学生好像很有前途，竟然突然间吃素，所以每年过年回家，通通只有做绞肉，而且这些亲戚朋友都是冷眼笑。哦，你等来啊，你等够好，那个老婆老脚踩不牢，所以这一些呢，通通都是在锻炼。但是这样子的锻炼，我们能够不断的坚持着，一直到最后，大家能够反过来肯定，甚至于来给你赞美，还有鼓励。今天晚上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变化，哦，你想要这样子，还不是那么简单的，要有一段的岁月。那我们还是一样啊，继续的续道的树立楷模。如果我们吃素吃到一半，突然间吃起荤来了，哎，又不是吃菜啊，最近来听讲，安尼鸡腿吃几啊只，那这算修道了吗？大家一定会评论，这个一贯道，这点一贯德，那是有什么意思的？啊，那忽做忽错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坚持，而且呢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的言行、我们的举止、我们的存心、我们的作为，通通符合道德，在这个生活环境当中、亲戚朋友当中，也就树立起楷模。那在道场上更是，更是精雕细琢。更是严谨，我们前人也是要求着我们大家，以整体道场来说叫做标准道场。前人希望我们标准道场里面是标准点传师、标准讲师、标准坛主，标准的办事人员，是这样子的要求着我们大家。那这样子接受标准、接受要求，树立起楷模。那在过程当中，在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会遇到很多种种的困难，遇到困难无不利啊，不要有什么坚固，有什么战斗敏感的地方，简单说没有什么害怕的地方，肩挑重责这个道场不断的修，不断的办理，日久天长，我们还要承担更大的责任，还要回小向大。过去，我们的立场还没有那么样子的宽大，我们就担比较小的责任。慢慢的，我们更成熟了，道场大家的推举，还有道场的这个托付，我们应该。要担起更重的责任，然后呢，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掌中锋，掌中锋，道化万国。而老师这样子来要求教导我们这些弟子，掌中锋就是展开中指啊，中就是正中正脉，正中正脉的这种风啊，是风范。中就是一种本源嘛，中则本源也。我们这个三这一贯道讲的是三极之一道，三极就是理气象，在理也好，气也好，象也好，理气象的常道一贯道讲的是这个常道，是万里之所基啊，所以长这个中锋，把这个正中正脉、正知正见、正法正传这一个。把它推展开来，一直到道化万国九州，这个就是慈悲愿行，
怀着一颗慈悲心，由心出发，从这个心开始，啊，就是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，找到这个本心，啊，从这里发展。人人如此，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中风啊整推展到整个世界万国求收。啊，这个呢，最标准的就是我们老师师母，哦，那老先生前人也都是做到的。我们啊，很多位点传师、老点传师啊，这个资深的点传师啊，这些负责的点传师讲召集小组、执技点传师、召集小组点传师、点传师所有的讲师，一个一个都逐渐聚够了讲聚足这样子的气象，所以才有今天啊大道的弘展。那要更为弘展到万国九州，那就是要继续努力啊，并这样子的精神继续努力。吾乃天山古佛，奉母子降佛楼，净坛昭法母参叩，复问佛土皆安佛，且凭心气勿妄动，再代为师信彼说。老师接着就批训：庄严圣殿聚贤起，道气腾腾千祥起。老师来到我们啊，这个台北道场的总坛立兔礼堂这个地方啊，啊，觉得庄严圣殿聚贤起。你看我们这个佛堂好不好？好。隆重三沙发规平啊，转世。工作界改，你看神威的道场啊，神威他们那个老母那个殿圣殿啊，也是20个字，总共有15公尺高，做过公尺馆，但是他那个空间呢，啊，就比浅浅啊，无像咱这只咱这只浅，咱这马二十二，那边啊都有对的，你看呢好不好？最近弄个顶新的吼。因为啊，有学术研讨会，就是政大还有总会的学术研讨会，那个陈水先陈点师啊，很为前人争面子，哦，来到崇德，拢爱欢喜等起来，哦，怕婆啊等起来，所以你看，啊，那两条不像龙的龙，像龙的龙，哎呀，现在隐于无形，现在隐于无形。啊，你看看我们这个灯啊，是很漂亮的，所以老师也看也都知道了，老师很高兴。那个庄严的圣殿聚贤起，30几平的有人谈，哦，咱有30几平的欢喜个，道气腾腾千祥起。今天应该大家都啊怀着一颗很高兴的心情，有啊无？有。安尼水气千条，金光闪闪的。老师有慧眼看得到了，但是没有慧眼也感觉得到啊。我们这个班啊，是士林区，还有板桥区，还有南区，还有很多来补班的，对啊，都展现出你的佛光。春暖花开好节气，赶上佳期自珍惜。现在正好春暖花开，杜鹃开满山，有啊有啊无？有。淡淡的三月天啊，哦。淡淡的三两天，杜鹃开满这个山边，所以春暖花开好节气，赶上佳期知珍惜。咱开这个班，安尼也袂伤寒，也袂伤热，你也袂伤寒，安尼我袂寒死。啊，热安尼个爱热痛。此班开来会容易，习缘习福在心底，感念天恩之浩荡，体会师德勤修己。确实天恩浩荡啊，让我们可以得到真传，体会师德勤修己。老师这么辛苦的啊，这个不念先天的佛位啊，来人间来度化我们这些弟子。那么回天以后，人家说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啊。但是我们老师没有鞠躬尽瘁，死而不已，还来开堂，还来啊借着三财。来跟我们一起受苦，啊，我们看到老师这样子的恩德，给我们的啊这么透彻的一种开示，我们应该懂得啊勤于修己，明白尊师真实意，行能重道更积极。我们既然明白老师啊尊重老师，尊师只是尊师，更能够尊师的就是去行道，
好，老师讲了半天，我们就要去把道推展。施人饮水，感恩念，不念不忘师缘金线体。啊，老师教我们时时能够饮水思源啊，感恩感谢啊，还要能够做出感动的事情，感恩念，不忘思源金线体，也不要忘记啊，饮水思源啊，我们是谁的弟子呢？从来没给，我们是天然古佛中华圣母的弟子，我们是白水圣地不修习菩萨的后续啊，所以不要忘记师缘金线体。那我们是什么人呢？中国人，台湾人。台湾人里面很可贵的就是有一群崇德人，让你家里现在来呼口号者，咱叫做什么人？崇德人。画起来哦，较精神了。好了，就是开始有一些振作，现在慢慢个消亡。承上启下有规矩，谨守佛规不失仪。啊，这些一看就懂。承上启下有规矩，有一定的规矩啊。谨守佛规不失仪啊，不要失去了这个应有的这个威啊。这个谨守佛规啊，这个要谨言慎行。不要失言，也不要失态。失言失态，日久天长，我们这个人呢、啊，在人家心目中就没有什么好印象。道中伦理守中义，不乱系统，不心虚。那么我们道中的伦理啊，道中也有道中的伦理。我们叫我们姓什么？王义。那名什么？崇德。所以崇德人姓发一名崇德。那道中的伦理要守中敬义，那我们是来个道场，来个道场，所以这些也要自己记清楚啊，卖了被照啊。道中伦理守中义，守中敬义。那我们的天职是什么？男主。哎，阿头前一家拍戏过，点传书，所以我们要守中敬义啊。如果是我们是道主场。要守中尽力，恪尽职责，卖那欧北照。那你是哪一届？哦，学界，哦，是社会界，青少年界。那学界的道务，本校的道务要顾好，莫安尼办我安尼稀稀滑滑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顺耍个连接来，所以啊，我们这个区里面的道务，千万要好好的照顾好。啊，这个学界不好照顾啊，你一年是迎新。另一年就送旧，你年年都是紧张的啊，所以特别期待我们学界啊能够道务宏展，不要让前人担心啊。不乱系统心啊，不心虚。那我们修道办道啊，在这个道场里面呢、啊，有一定的大家都心知肚明啊，啊都有一定的系统，大家不要混啊。不好听叫做拉着，不要乱拉着。那我们也不要被拉，啊，那个木，不要乱拉着，啊，东拉西扯，这个就会造成道场里面很严重的混乱。代天宣化，代天宣礼广度化，成全道亲力不已。所以我们代天代替上天宣礼，啊，把这个礼，把这个正知正见的这个礼路啊。要把它给讲清楚，广度化，成全道亲不力不已，毁人不倦圣贤法，循循善诱起迷迷。孔老夫子说，他学而不厌，毁人不倦，学不厌，毁人不倦，那这个很文言，学不厌，就是真好学，这个进修班也要学，各种道场的事情都要学，那毁人不倦。为人不倦，听无，就是度人啊，加逐日弄功德咧度人，叫做毁人不倦。上台讲课也是毁人不倦，那这就是学孔子嘛，孔子学不厌，毁人不倦。循循善诱起迷迷，循循善诱啊，都是想一些方法，善于诱导，诱就是引导，能够欲令做佛事，先以欲勾牵。你要叫他做佛事，
那雄雄因听无，听无。啊，你若讲，吼、哦，咱来去佛堂，哦，佛堂真好。咱兜无冷气，什么话也吹一个冷气的。欲令做佛事，啊，先以欲勾芡。来去佛堂袂歹呢。遐吼，那上课了，搁那有苹果通好摕，好、哦、啊。啊，也是慢慢慢慢来，毋是要摕苹果，是要叫伊听课，听落去有佛心，有佛性。有智慧，有般若智慧，每个人都有。听了以后，他就自然发心了，就是循循善诱，起因，充实道学与修养，博闻约礼，学能行。我们还得要充实道学跟修养。这个充实道学就是学啊，学了一些啊这个道学知识，这个还是要学的。虽然是我们自性本自具足。啊，这些啊万法具足在心中，但是你不学的话，他就不没有办法启发，没有办法开启，没有办法让这一切的这种德性啊，给它发出来，发挥出来。博闻约礼，学能行。那么要多听，多看，多读，啊，多学习。博闻约礼，读了以后啊，还得学能行。光老夫子。的弟子啊，帮孔子集结他一生的这些这个讲道的内容。一开宗明义就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学而时习之啊！你学了，还得要不断的去练习。好，你只是学，只是知识。那习呢？习就包括啊，比如说讲到这个修心练性的，那修心练性你要练习，在你心中去锻炼啊，习，时时刻刻去锻炼它。”学而时习之，那有关于外网的功夫，那学了以后啊，你要去做做看，啊，做做看。所以学而时习之，你是学了，而且能够去实习。实习就包括内功跟外功啊两种。内功就是锻炼你的心性，啊，消这个去除脾气毛病，习思妄念啊，把这些功夫要锻炼。那外功你就要去做。财师、佛师、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要去做，啊，学能习。一门深入穷其理，探究真谛去之理。一门深入，啊，如果说一门深入啊，我们这一门包括太多，一贯道这一门啊太大，要分门别类的，它有如是道也毁，啊，一门深入，穷其理。把这个道学，把圣人的道，把它给研究清楚，探究真谛，去之明，把里面的真谛研究清楚，不要执着，啊，也不要迷失了。此功不逮君子也，真知历险迈天梯。君子都是这样子的，知道了以后，此功不逮，此就是啊感到惭愧，功就是自身，啊，你知道的。并没有身体力行，哦，所以有时候知道又很善啊，善于言说，那么讲，但是并没有一句话在身上表现出来，啊，这个叫做此功不逮，知且言，并没有行，这个君子此之，你既知道又会讲，但是并没有做到。又知道又会讲，会有一点名气。知道又会讲，这个人一定会有名气。有名气，这个君子啊，这个此名不符其实。君子感到惭愧的就是很有名气，但是呢，啊，名实不符，就是很会讲都做不到，啊，这是人家很多赞美的话，但是内心呢感到不踏实。都是空虚的，所以真知历险迈天梯，要能够真知，真正的知，同时呢也要把它做出来，啊，比如说三清四正啊，啊，一听就懂，钱财清，圣观清，男女清，啊，身心要正，言行要正，讲的都非常的顺口，都很容易，但是做到了吗？哦，这个是仙佛教导我们啊，你如果做不到。天梯登不上去，啊，做不到，啊，纵使有，啊，一时的这种因缘，
得到了某种这个立场，还有这个职务，可能呢也不一定登得上天梯啊。所以老师教导我们啊，真知历险，你才可以迈天梯。和颜悦色，众生对啊。所谓迈天梯啊，这个不是在打得推啊，要打得推嘛，不简单。那是你气象，那是象，练功夫啊，我要得推啊，那帮啊打，黑马上不简单。咱打一款得推，咱打的是天梯哦，这个比较功夫啊，比较高，比较就近。所以啊，这个真知历险，到时候呢，达到圣人的境界，就是登上天了。和颜悦色，众生对，切勿迁怒他人也。和颜悦色，众生对，常常就是保持一颗和颜悦色啊，来面对天下众生。最标准的就是我们老祖师哦。那你也讲，爱的木雕哎，大家都嘛笑笑。听说我们金光祖师在世的时候，见到每一个人，随时都是带着微笑，笑容迎着。金光祖师也不让他们哦，所以这个和颜悦色众生对啊，那有时起膜拜无名牙起来哦，那在那嘟嘟嘟嘟来啊，面臭臭啊，要常常警惕自己啊，面无欢喜埋啊，你好，不落快，所以平常时了嘛，那呢哦，你看那个黑了。那航空公司的那小姐，航空公司的那个空中小姐是那个空中少爷。当我们要下飞机的时候，先我为台湾坐到洛杉矶哦，大概拢中天。要不坐过安内人，你就知，为台湾坐到洛杉矶中天的呢，一个时差。结果那个空中小姐一直站在飞机的门口呢，再见。再见，阿玲，你冇不简单，你别激阿玲激个笑冇不简单，我头要忝死啦，飞机，再见，出去买饼干嘞，恁收到了，恁收到了，是那个谢景谢条是工作是服务业，那是服务业，好，随时嘛。要面对很多人，大家也不知道你心情怎么样，你感冒了，你生病，大家不知道。但是你就是要拉起你的嘴角，切勿迁怒他人。你啊，那是有命的，无欢喜的，这个都讲了，不要迁怒。你看你颜回了，不迁怒不贰过。他到底要无欢喜，热爱到家，顺顺大家拢美美的，这是心人得罪你啊。所以。见贤能举，人才见；取人之好，乐于见贤能举，见贤能举，见不贤而退啊，要退啊，这个好的要举出来，不好的你要把它这个远离它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人都是颠倒，凡夫都是这样子，见贤就排挤，那阿谀你呢，你就给我拉拢，一般人都是这样子。贤才你就排挤，你就怕他跟你争啊，争这个什么更高的位置，这东西让我别心了，对吧？我别心。所以我们看到好人才，不应该有嫉妒心啊，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。尤其我们要建立啊这个大同世界，每一个人都要有宽大的胸襟啊，看到好人才一定要很高兴，不要看到好人才就嫉妒。这就是最要不得的啊！这凡夫俗子就是这样子，取人之好乐意，看到他的好处，你也行。普渡三草这件事情太大了，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人，你行有影无？但乎你一个人担，你绝对会翘，被压死了。一定要有很多很多的贤才来帮着我们老师师母，帮着老祖师来完成这件大事。请不要常有那种嫉妒心，这样好不好？这项很重要哦。好，无有对待分别相方式真正之贤齐，不应该有那种对待分别相。这个因为我看到先，咱同区的，哇，这样互相排挤，机会都无人退去了，
啊，即要提拔点人事，啊，算算啊，咱即久才三个尔，啊，咱拢总有六个单位，啊，是变怎？我看吼，迄、那个都死哦，因为死三个，我才有分，无安尼啦，安尼无死死无死导游，啊死导游无死领导安尼吼。我想这些都是多讲的，啊，给各位，应该每一个人都是老师的弟子，都是怀着一颗非常善良、公正的一颗心啊。那老师是给他提醒了哈，修道半道理无尽，唯在用心来细听。这个修道半道里面的那个理啊，有太多太多了。就是老师也讲不完，点点滴滴就在我们的修办历程当中，我们要用心细细去体会。学到功夫谦虚让，修道行深去成佛。所以这个学到功夫，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互相谦让，修道行深去成佛。那修道就是把你心中的这个六尘洗得干干净净。心经不是说吗？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一定修道本来无一物，就像六祖慧能一样，他说：“我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”你这个尘呢、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要把它荡涤干净。我们的道智宗旨叫做洗心涤虑，把这个洗干净。讲到阿理有一句：“半道无为化仙起。”讲到合理，那功德，阿妈有依据的，不要来乱讲。讲到要越讲入相，我呢，我别讲，当时伊讲咩世界末日，啊，我讲的家己也唔知，啊，我别哄哄到全天下人，我别惊死安尼。啊，你哄台湾人佫不要紧，你哄到伟大陆去，佮来掠去，妖言惑众，枪毙。用下面在我背后，所以这个讲到要合理啊，要有依据，你心中有所体会，你讲的一定是非常的踏实。心中没有体会的啊，自己都不清楚的啊，你还讲给别人听，这个叫做自欺欺人啊。所以半道无为化仙起，我们半道啊，不忘初发心，完全都是无为的精神，无为你才能够有更大的功德。所以我们前人他老一生啊，就做一个典范。只有奉献没有条件，只有牺牲没有自己，只有义务没有权利，只有付出没有占有，安尼好不？这就是不修行菩萨，他老办道的精神。行道准神莫忘记，达于标准直孤立。我们行道，这个前人希望我们能够言行重规重矩。中规中矩，规跟矩，这个准绳啊，就是在这个礼仪上面。你是什么身份，是什么立场啊？应该是讲什么话啊？是什么样子的态度？什么身份，什么立场，什么态度，都是跟自己有应有的立场、身份、态度都应有的。不要超过了，超过就会失言，超过了就会失人，超过了就会失态。不可以失人，也不可以失言，也不可以失态，都有一定的一个准绳。那么在这个准绳呢，达于标准指路礼，它就是一种礼啊。你是晚辈，讲话的态度、措辞，要讲的内容，是不是我们的立场可以讲？这个就是一种礼。那我们将在那样子的立场上，有这样子的身份，我们应该是。要尽我们的职务，尽我们的职责，应该讲到什么程度？那呢，都止于礼，是个乾坤之间应有的礼，这也是一种礼啊，圣人之间应有的分寸啊，等等啊，借重修己之耐性，火能不燥气不急。那么我们借着大众啊，大众的这个事情，大众的事情就是不容易做。借着大众的事情不容易做，那就是要有耐心。你看我们在区里面，在佛堂里面，跟在区里面做事又不一样。这是大家的事。区里面跟整个台北道场
啊，要处理台北道场的事情，你要建立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家，应该是怎么样子？哎，怎么这样子？怎么这样啊？无耐性嘛，比赛啊！那整个翻译从德国内外的事情，哇，这个又是更大。哇，十三主持方式线的事情，这都爱我们耐性啊！那么啊，那气很急啊，所以老师说不急啊，能火不燥，气不急。这个就是一种火候，一种功夫。借势练己是火候，能啊，火能如如定如一。我们借了很多事情啊，所以我们应该乐于认识，乐于接受工作。你如果没有工作，没有事情，也没有办法锻炼自己。每天躺在床上滚来滚去，坐在床前好像是在静坐，那个不算功夫。也不算功夫，所以道场有事，你要乐意来接受磨练。啊，另有代志，必有事焉，而勿助勿忘。孟老夫子不是这么说吗？你一定要去有事情的投入，才更能锻炼自己。那么事情来的时候，你的意我的意啊，并不能够尽如人意。你有你的意，他有他的意。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，这意见不一样，甚至于你很想怎么样，但是别人又不怎么样，那个时候呢，你能不能够如如不动啊？啊，对，不如我的意，我的袖手旁观，啊，不甘观，啊，就不愿意投入。所以我们在区里面呢，要能够投入，跟大家互动啊，虽然。自己的意识没有办法伸展，但是你就是借这样子的环境，大家能够达成共识，就好。那我们就一起再继续往前走。好，这种的磨练呢，按照集体领导这里带动。你不能一不高兴就出去，我独枝独叶开独花。啊，建宁公，独枝独叶开独花，将来就是没前途。是独也可以多啊！哦，你看看啊，你不认我们爷们的啊老师母说的，你不认，你不用我们爷们的啊，你自己有办法，你去吧。所以，我们这个前人留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大道场，大家都是在锻炼、磨合不容易啊，相处在一起。那你自己的意见不要太强啊，意见跟你相左的时候。你会不会一动心起毛病？从此以后我就不参加区的运作啊！所以到时候说要提名了啊，区里面的人没有人认识你，管理吧。你这一阵子就是独枝独叶开独花啊！借物厌己之心智，否能建立人失意。借物厌己之心智，看到东西，看到财货啊。看到这些财货，否能建立能失意，建立失意，这钱也在骗我，这物件也在接受我，这个要去思辨。所以君子爱财，啊，耍了一股人，可能没人在听的，你们在听我，老师讲得足好嘞。好，借鉴察己之智慧，火能理路皆人心。借着这个情境，借着这个环境所发生的事情，借着这个情境，检查自己的智慧。你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，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，你能不能够拿出你的智慧剑啊？该接受，不该接受。这个视听言动，可不可以看？可不可以听？可不可以讲？可不可以动？要能够理路明晰啊！借镜验己，借镜察己，啊，借着这个环境发生的这个事项，你看见了，听到了，视听言动，你看看自己的智慧剑拿出来，应该是怎么来处置？啊，视听言动啊，白羊修士，人皆是步步为营，小心急。白羊修士
很多人都很注意。尤其我们当坛主，我们就设立佛堂，设立佛堂在这个住宅里面，左右邻居就知道了，修道无人知啊，设佛堂人就知啊，是不是啊？修道无人知啊，你也无写两字修道，还是讲道亲，现在修道伫个心里无人知，设佛堂人就知啊，隔壁拢闻香味，听讲是一贯道的。不时就听到人家在冤家，这一贯道是不是咱专门教人冤家冤家？还是安尼两个小拍到拍到位楼梯头下出来？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啊，我只是形容一下。所以白羊修士很结实，大家拢要注意。啊，后边一定会跟你讲，会跟你记记。啊，那后边都无写目睭呢？所以一定有人在评论我们，你相信吗？相信。那是菩萨，这天都菩萨惊的。有没有人会评，会来在我们背后评论？你认为有没有？没有人，没有一个人的背后没有人批评，没有一个人的背后没有人批评，你要相信。所以或许也相信。或许背后有人批评我，那问题是在于你自己要省思啊，自己要检点啊。如果是没有问题，俯仰无愧，背后不是在批评你，而是在赞美你，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啊，步步为营，小心机。所以您，我们现在是坛主班嘛，然后我们都有家庭佛堂、公共佛堂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步步为营。人家都在注意我们度人的这些新道亲，也在观察我们，常常会听到我们相关的道亲或许观察我们浅显观察了20年了，你才蹦出来。中国大陆开道也是一样，你去到那个地方要能够顺利，你一定是这一群后续对你的赞美，你就会顺利。如果我们会不顺利，也一定是 这些后学给我们密报。你说这个总统被暗杀，通常都是侍卫暗杀的，但是距离那么远，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入呢？对不对？你说这个人这么有名，名声遍布全天下，一定是他身边的人讲出去的，信不信呢？这个人这么臭名，全天下都知道，是谁知道的？是他身边的人想出去，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啊！你信我一样不？不是，这个名声那么远，那么香，都是受他感动的人讲出去的。好，戒慎恐惧26里，小中见大知格局，所以我们戒慎恐惧，时时刻刻在生活当中。从小就可以看到大，通常人在观察什么，都从小地方观察。你是无样的，你底下咧辛苦甲皮皮喘啊，伊都无啥感觉，伊就去开始观察你的小动作，你的小动作让他感动了，这是我死心塌地，从此以后我要忠于他，跟他一起共创前途。所以。这个曾经有一位桃园区的陈建南师，他到大陆去办道，结果公安来了，公安来把他们围捕了。他其中有一个后学就急中生智，就突围而出啊。他为什么要急中生智，要突围而出？他说：“我观察我们点传师是有德性的。”哪个地方观察？他吃在人后，坐在人前，就这样子，要感动他。要不是感动了这个人我看被抓去拐个拐个先杀不得，拐个不才拿出来。所以之所以能够成功，之所以会失败，也都是因为相关的。愿悟气重加志气，调整心态不偏激。好好的享受，不要有偏激的念头。
无有是非对错恶，只求修好你自己，不要去论别人的什么对错，重要的就是自己，检点自己，审查自己，自己有没有问题。谭主讲是责任大，非同小可，当明心焉。不要认为说谭主讲是就是那个正果位达到菩萨啊，别出现的，那果位是菩萨，是那他在人间是谭主。我们花一重德也有一位马来西亚的讲师，马来西亚的讲师，他正得真君的果位啊，这些我们都知道。所以非同小可，当明心焉，看看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天职是怎么样子的看待啊。天生我材皆有用，看重自己信心起，天生我材必定有你的功能，只要你愿意发挥的话啊，看重自己要有信心。效法菩萨真精神，慈悲永驻化群里，效法我们不休息菩萨的精神，不休息效法菩萨的那种真精神，不休息的精神，慈悲永驻化群里，我们前人他老的精神，慈悲永驻啊，做永恒的舵手，给我们做靠山，说所有的崇德人都成佛成圣，他老的愿力都还没有休止。明白白水精神观，也要明白我们白水圣地无始无终自不遇，我们老千曾经发了很大的这个慈悲心愿，他老说他要无始无终来人间度化众生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们回天就死而后已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要无始无终来人间度化众生。我们老千有没有继续来？老千有没有继续来？有。很多很多回天的白羊修士啊，弄灯一假先头第二，那家不管不来，现在是不够条件啊，先生。啊，讲做民办嘛嘛无，迄个底下食仙桃，食到欢喜了，就袂记得咱这阵同修去了。好，老师又说了，怀抱慈悲愿行，四海度有缘；怀抱慈悲愿行，圣道万国传；怀抱慈悲愿行，无倦智生长；怀抱慈悲愿行，坚毅恒久远；怀抱慈悲愿行，金刚抵万难。怀抱慈悲愿行，忍辱般若观；怀抱慈悲愿行，精进德业贤；怀抱慈悲愿行，利乐着世迁；怀抱慈悲愿行，常住疗养。这些应该都容易看得懂。祈许贪钱偶图闲，慈悲愿行修半专，修到几世困难事，有志之者过难关。这是你金刚丹啊，你老有志绝对可以突破难关，时时为官来反照，脾气毛病知隔山，但自己的脾气毛病啊，要懂得要隔山啊。标准之中更标准，安世日脱功难圆。我们前人教导我们要做的标准，标准之中更求模范，安世日脱功难圆啊。如果我们每天吃饱没事啊，那脱闲脱懒啊，前人常常讲的。习闲成懒，习懒成病。你没事就会没事哦，平常起来，日久天长你就会懒惰，习懒成病。那无代志，无做功德啊，冤欠的来啊，来破病哦。所以习懒成病，习惯于偷懒，你就会有病。所以安世日脱，你这个安世，吃饱没事，也不去想道路，也不去。创造三多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功很难圆啊！既为白羊真修士，负起责任加双边，要加双边你看到你这样也看积极，共住为师九州不四度九流反故缘，内在涵养不可少，培养培德养性自在观，各有因缘天师伴，把握佳期莫等闲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因缘。所以这个天有闲地有相，我们一定要积极，你一定有缘的人在等着你，那你拖欠多人这辈子没有去做到，就让人家空等待，把握佳期莫等闲，世事无常谁能料，
这个世事无常，五十七岁也会归空。所以我们这个李建仁李德是你把你有作用的作用的，但是也会归空，或者你们醒悟了，这么多醒悟了，这样用也归空。所以世事无常啊，谁能料，唯有当下握在拳，你当下才是重要的。一个归空，刚才伊坐在伊只讲台呢，我若上台哦，伊就第一节就掉。我唔知是，安尼有拖延时间无？伊讲伊要人怀疑啊。他说讲台刚刚你只要歪来，我都无啊，归空都无啊，你知无？因为讲台刚刚伊歪来，所以啊，过去你想怎么样？所以无常。能够把握的就是现在，老实修办无二念，成就己，成就己能正人正品人，为师之徒非弱者，大步向前延安天。啊，为师之徒无弱者，非弱者，但是你弱者，很蛮无来的，够咩？无样，咱大家拢嘛真巧真高，大步向前延安天啊！因时制宜失言辞，不多下数言多谢。徒儿们啊，加努力，精进不已，自备战。老师鼓励我们大家啊，应该我们都有信心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或许不圆满的地方，老师慈悲赦罪，大家多多帮忙。一。